double， 对，都可以看到在这说明了他的无限潜能。对，张根玉这一球投进了。已经下场了，刘林正，那把这个 Jordan 换上来。哇，三分球是张根玉，所以在季后赛呢，也绝对有他的表现空间。张根玉切入，裁判哨音响了，这是一个净算加罚。哎，哇，应哲总教练哦，带队啊，几乎是哦，有蛮多球员都来到现场，其中也包含曾文鼎、林志杰等等。夺冠的热门的球队啊，没错。外围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，手感顺了，城墙都挡不住啊！盖拿火锅了，是张根玉。杨将在篮底下接球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领航员的内线防守紧缩的还蛮快的。哦，张根玉飞进来，张根玉大角度的转移三分球，三分球来到将近九成了，攻下29分，断球的机会。张根玉直接起了单打林书伟，这球也放进，目前追到三分的距离了。